大家好，我是大圈，今天又来到这个月亮客的，在里面我下了门了，好，今天过来给他盘一下，刚照过来给他盘一下，太阳公公刚要出来，我们期待今天周货多多，好货多多，然后大圈以后都下门了多多。刚下来，嚯，看，哇，四千六货多多，这是，嘿，哎，哇，鲨鱼王，看。哇、哦，这条可以游，哇、哦，五斤五六斤应该是有了哦，给他牵走了，第一条重货，来吧，镜头黑掉黑掉，来，哇，是这条差不多三两多应该是有了，来，哇，这时间还货，我们用轻点给他抓起来哦，你有一定份有吗？哇、哦，哇，这条图最起码一斤半应该是有了哦。哎呀，二十多公分，接近三十公分的石板啊！嘿，嘿，哇，哇，哇，轮胆哦，可以，给它皱了，一斤多应该是有的，软软的，有点吓人呐、啊。哎，这里面还有，哇，这底下还有什么东西？哎，黑掉，哇，这，哇，太冰了，哇，现在这个。这个季节特别冰，赶紧找火线，不管了。再冰也要把货找完了，再休息。哎，哇，这边，看这条什么鱼打哦？我看整个坑都在沸腾，好多鱼啊！来，摇，哇、哦！哎，通道，可以摇，进通吧。我看看，黑掉，哇！哇，这边还有几条，怎么这黑掉给他牵走了、哦？这边，来，抓头比较好抓一点。哇，一条比一条大，可以哦，给他先走了。这边，哎，连个尾巴，哦，不是，哇，土鳜鱼这条比较小一点，这条差不多七八零，应该是有的。这边还有一些什么？哎，小蚂蚱，可以，哇，这是感觉有点小吧？那就直接不要给它放针吧，不会。生肉丸之鱼还钓，看这，马上开启战斗模式，给他先做了。不管了。哎，哦，石头，哦，那条小的我们就不要它，来吧。哎，看，连枝猫蚱，哇，这连枝可以哦，这连枝个头可以的。我们就给他抓了哦，可以的就给他抓了。哇，镜头，打到右手了。哇，还有连枝蜘蛛，哎，这个头有点小，不过这连枝漂亮吧？这连枝比较漂亮哦。不过这个头有点小，我们就不要。好，最近我这个蜘蛛都站在左下方的九安这里面，家人们有喜欢的抓紧去九安这里面下单，这可是炖蛋蒸汽呀、啊，然后每轮蒸汽。哦，感觉也没货，那我们就不找了，直接看着我来。嘿，又是发财的一天啊！家人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哇，我看，我三条土鳜鱼，这土鳜鱼大，这条差不多，这石斑，哇，肥肥嫩嫩的，特别给力，这种一条就能吃个300多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？这一斤多应该300多应该没问题，连挑的话600。哦，那今天真的发财了，还有这鲨鱼王啊，哇，今天。哎，今天遇到这石斑跟鲨鱼在前窝啊，石斑鲨鱼吧，我可以哦。哇，今天这些赚起来，我看那些六七百、八百，这个差不多五斤，买个，我
我都不知道什么转了，这反正最起码1800以下的，哇，这个很直接爆坑了，可以哦，就这下门料的坑就是不一样。好了。那抓紧我这个拿去处理去给他卖掉，哇，这个最给力最值钱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然后希望大全的帮忙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